明天要去玩的。玩玩什么？去远远玩，不要拍哦，要拍 AV。YouTube channel， 今天呢我就要去新加坡，可是这个 video 应该迟 post， 然后跟谁去？就是这两位啊。哎呀，伊师傅咯。啊，我丁师傅，还有这个病手，病手，睇到去就睇到去打病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白天呢、啊，现在黑夜了，因为有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预测不到那个未来，所以说就是要未雨绸缪。有时候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。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做蛋的地方，然后叶师傅他们就下工具啊，等一下就看什么情况了。我还没进去，现在进去 ，Let's go。前面这边，刚刚你们都有看到，然后我们那边整个就是很漂亮的，虽然是看到很暗呐、整个氛围都很好，很美。我们呢出去游就有点潮，在那边呢就是看哦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请龙哥说再给你们看呢。排到了，排队排到了，排到了，马上就跳动。
家神明交流啊。然后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会出现在这一次的 video 里面，在新加坡非常的美丽红了。我都跟你讲，其实看起来他很年轻嘛，还有个靓仔嘅，但系冇办法，已经结咗婚了。千秋宝丹这样的，因为这边的那一个政府的因素呢，就是到十点了，天气少也是这样子，到十点就要结束了。Because 也是应该的，因为这边附近都是居民嘛，对，人不可能这样吵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 settle 了，然后要回去 KL 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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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要去找东西吃了。OK， 然后就这样啊，你们就看 video 啦，然后记得要订阅啊，按赞分享啊，拜拜。